无可忍啦！你哋再唔讲出血池剑谱喺边度，我就要你哋不得好死！你手快啲，杀咗我哋！前辈，前辈是不是林世伯啊？前辈，夫人，前辈，夫人。林世伯，佢已经死咗啦。静观神变啦，我带你去见林师弟啊。我是华山派的令狐冲，我师父已经救了令公子林平之，而且收了他为徒。平之真是摆在华山派的博大侠门下。好，实在是太林师伯好了。顾先生，快点杀了你混蛋！今次只是小小惩戒，你以后再骚扰凌云少侠和福威镖局的人，我就攞你的命！便宜了你了。林世伯，林世伯，我唔得噶啦，你一定要话俾我个仔知一件事。你即管吩咐，我一定做到。林家福州享阳河老宅地窖有一张签文，为咗国人家，要佢将间屋一把火烧咗佢。好，我一定将呢几句说话话俾林师弟知。林师弟，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讲句子。好，我一定会，一定会。我走先，你帮凌云少侠将呢两个尸体送翻阿宅。曲前辈，多谢拔刀相助，请神万佢一拜。